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你们好，我是许牧师。我们在这里代表宣圣会联合崇拜，再一次欢迎您来到我们的云端，跟我们同心合意敬拜那一位慈爱的上帝。在过去这两年疫情，我们经历了许多的苦头，但是我们有没有明白神的旨意在哪里？这两年虽然我们受尽各样的困迫，但是我们学会了云端的技术，用云端来聚会，用云端来传福音。这就云端，我们可以传讲神的话；这就云端，我们可以传福音；这就云端，我们仍然可以同心合意的来祷告。感谢主，我相信教会已经掌握了从前我们没有掌握的技术，就是云端技术。从前我们传福音只能在实体，现在我们传福音，我们又用实体，又用云端，教会渐渐的开放，有一些可能要回到自己的教会里面去敬拜神，但是呢，不要忘记云端的技术。圣经说，我们传扬他要用诸般的智慧，我们要继续用云端的技术来传扬神的福音，我们也继续在实体里面彼此的交通，同心合一祷告，让神的国因为我们能够更壮大，传得更远，好不好？我们同心的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经过2年的疫情，我们受尽各样的困迫、各样的痛苦，因为要适应云端聚会，从开始的时候就的确是很难。但是经过这些苦难，我们却掌握了一些的技术，我们可以在网络上面来传扬神你的话，使在我们地区以外的弟兄们，还有慕道的朋友，他们都可以在网络上听到神的话语，得到造就。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教会虽然在疫情渐渐开放，我们回到实体的时候，我们不忘记神你给我们在云端里面所学到的技术、学到的功课，激励我们继续用云端的技术、多媒体来传扬上帝的福音，因为这是主你自己的旨意，使我们传扬你的名要用诸般的智慧。求主你借着今天的聚会，你充满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灵，使我们明白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要怎样去明白上帝你的旨意。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松恩堂的敬拜队，让他们带领我们进到神的面前，来默想他，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有请松恩堂的敬拜队。感谢主，我们有来自不同教会、不同地区的朋友，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成为一家人，不但是神儿女，更成为神国的子民。在主爱中，我们彼此鼓励；在苦难中，我们也一起同度人生的风浪。现在就让我们在喜乐中，跟着松恩堂的敬拜团队，一起来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家人。In Christ, we are one family. 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一家人。因为耶稣，我们成为一家人。In Christus somos una familia. 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如光明，
凭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接，凭着耶稣同受丰盛的赞宴，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我在喜乐中欢唱，我与苦难同哀伤，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我在喜乐中欢唱，我与苦难同哀伤，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如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接，耶稣同受丰盛的赞宴。我们属灵的生命是会有起伏的，在这首依然爱我的诗歌中描述到我们属灵生命的过程。在诗歌的前半段写到我们心里面对神的埋怨以及无助，但是每一次当我们再回到神面前向圣灵来祷告的时候，神就要将他刚强的力量再一次赐给我们，带领我们走出黑暗。我不知道你现在心里的光景是怎么样，但是不要怀疑，真的不要怀疑，因为神他依然爱我，他也依然爱你。就让这首诗歌《依然爱我》成为我们今天早上神再次给我们的一个确据。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漫漫长夜无尽。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亲爱神灵，就来提升我，刚强我里面能力。当黑
相信你依然爱我，给我力量，给我盼望，看见光明在不远前方，高举双手赞美，十年中仍向主歌唱，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使我刚强。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漫漫长夜无尽。有时候我不知道该要如何继续祷告，请爱上你就来提升我，刚强我里面早上我们要从创世纪的45章3到11还有15节来看约瑟。当时的约瑟，在我们现代人的标准来看，他是功成名就。他回看他的一生，他才明白，原来他过往所受到的这些困难跟艰苦，其实都有神的旨意。让我们现在就把今天讲到的时间交给松恩堂的居里传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关于苦难的这样一个话题。那我们知道苦难是生命当中常有的事情，我们或多或少都会见到过或者经历过一些苦难，
比如说最近汤加的火山爆发，以及持续两年之久的这个新冠肺炎疫情，还有中东的战争等等。那么苦难啊，可以说是全人类的一个命运。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说一生当中不经历苦难，哪怕是曾经最伟大的属神的人也经历了很大的苦难。比如圣经当中的约伯、先知耶利米、使徒保罗等等。那么关于苦难啊，是很多基督徒的一个困扰。有一些出信的弟兄姊妹呢，就不愿意看旧约圣经。那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觉得旧约圣经当中啊，上帝太过于残忍，杀人如麻。尤其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地之后的这一段历史，我们看到说很多都是要全部杀光，一个不留的。所以说有一些教会呢，就不太愿意去讲旧约当中苦难的问题，而是偏向于讲新约当中的恩典。那么有一些人不信主的一个原因呢，他们就是觉得说上帝是不公义不公平的，为什么觉得这个世界上好人就要受苦，而一些恶人却能够逍遥快活，作威作福。所以世人有一句话说，修桥补路老绝户，杀人放火子孙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杀人放火作恶多端的人呢，子孙满堂，而修桥补路的做慈善的人反而人丁衰落。那再比如说社会上经常出现一个词语，就是说天妒英才，意思是说上天因为嫉妒一个人的才华而让他命运坎坷。一般呢是指说很有才智很杰出的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说弟兄姊妹，那关于苦难呢，始终啊就会成为人类的一个困扰。那各种宗教啊也给出自己的一些解释。那比如说中国人所熟悉的这个佛教，它讲究是什么？六道轮回，因果报应。印度教呢是讲究苦修，而我们基督教呢所讲的是爱，是爱神爱人。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很多的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关于苦难啊都会对我们的上帝发出一个疑问，为什么一位良善而全能的神会容忍苦难的发生呢？如果神既是良善的，也是全然掌权的，那为什么世界上依然有邪恶，有苦难，有悲伤呢？无数的哲学家针对基督教信仰提出一个哲学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假如上帝对这个恶是有所不知的话，那么上帝就不是全知的。那如果上帝他是对恶是无所不知的，但是呢上帝又没有阻止他，那么这个上帝就不是全能的。那如果上帝也知道恶也能够阻止他，但是最终上帝没有去阻止的话，那么这个上帝他就不是全善的。而看看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苦难依然存在，所以说这位上帝并不是全知全能全善的。那么弟兄姊妹，你觉得这个结论对吗？答案肯定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该如何去看待苦难，了解苦难，在苦难当中如何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今天啊，我就从旧约当中约瑟的经历来和大家分享一点苦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希望能够给正在经历苦难或者说曾经经历苦难的弟兄姊妹有些许的帮助。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先听经文朗读，创世纪45章
三到十一节和第十五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惊慌失措。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上前来。他们就走上前去，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而悔恨自责，神差我到你们以先来是为了保全大家的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在世上存留余种，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而是神。他又使我像法老的父亲一样，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去，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住在靠近我的地方。我要在那里供养你，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陷入绝境。他又跟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们开始和他说话。好的，弟兄姊妹，经文呢就朗读到这里。那么对于今天的这段经文啊，我把它总结成了一句话啊，哪句话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就是一清二楚三成就。具体的来讲，那一清就是我们要知道苦难是神所默许的，二楚就是苦难是可以战胜，三成就，那苦难成就神的救赎。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具体的来看一下啊，第一部分就是一清啊，苦难是神所默许。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是全能的神。所以我们首先要清楚地知道，那苦难是神所默许的。在马太福音的10章29到30节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但是神的默许不是事件发生的主因，也就是说，很多的苦难的发生啊，神是知情者，也是批准者，但是很多的苦难不是神所造成的。举一个例子来说，那我们知道冬天穿短袖很容易感冒，对不对？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这样的。那么感冒是神所默许的，但不是神造成了你的感冒，而是人违反了神所设定的这个自然规律，从而导致的感冒。所以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苦难都归咎到神的头上。教父奥古斯丁啊，对早期的神定论啊，曾经有这样一段话，他说，恶是自由意志的代价，那恶的行为是由人的选择直接造成的，自然的恶是由人的选择间接造成的。假如我们选择了听从上帝的话，那么上帝本是不会允许遇到恶的。那么这里奥古斯丁所说的恶也可以看作是苦难。所以奥古斯丁的这个观点啊，也为17世纪著名的哲学家莱布尼兹的神证论
奠定了基础。那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读一读这本书。那这本书啊，又被称作《上帝正义论》，是一本为上帝允许邪恶存在于尘世而进行辩护的理论。所以弟兄姊妹，无论苦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什么？这是神所默许，否则就不会发生。那么我们现在回到今天的经文，约瑟他经历什么样的事情呢？以前我在 CCEM 学生团契的时候啊，以衣服为限讲过约瑟的生命历程。我们知道约瑟因为父亲的偏爱，也因着兄弟之间的矛盾，最后因一件彩衣而遭到兄长们的嫉妒啊，彩衣最后变成了血衣。约瑟被兄长们以20舍克勒的银子卖给了米甸的伊什玛利人，那最终他被卖到埃及为奴。弟兄姊妹，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约瑟有没有去抱怨，有没有去埋怨神呢？圣经当中没有记载。他在苦难当中有没有自暴自弃，去犯罪得罪神呢？我们从圣经上看，没有。他有没有对他的兄长们怀恨在心呢？那么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三到五节，从第三节我们看到是兄长们的惊慌失措。为什么呢？因为当初被卖的这个约瑟现在已经成为了埃及的宰相，掌握着他们的性命，他们随时都可能被杀头。那么从世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但是我们看约瑟是如何做的。第四节，约瑟又对他的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那么这句话表示约瑟不再以埃及宰相的身份与他们说话。约瑟又接着说，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那么有的人认为啊，这句话是约瑟对兄长的责备，其实不是。约瑟这么说是为了向他们证明自己就是约瑟，因为被卖的这件事情只有他们兄弟之间知道。而且从第五节，约瑟所说的更加证明了约瑟不是责备。约瑟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就什么自忧自恨啊，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我要什么？我要保全生命。其实从经文的42和44章当中啊，也就是上文当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兄长们的悔恨与自责，这是人知罪之后良心对自己的控告。但约瑟在神面前22年的经历，已经使他学到了最宝贵的功课，就是在一切环境背后都能够看到神做工的手。因此约瑟的心是柔软的，里面是没有仇恨的，外面就没有责备，言语当中也充满了安慰，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对付罪，是叫哥哥们里面的黑暗不再去控告他们，好恢复兄弟之间一个正常的交流沟通。哥哥们把约瑟卖到埃及是出于人的恶，但背后却是神美意的安排，为要保存神所拣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弟兄姊妹，约瑟为什么能有如此属灵的看见呢？这并不是他被卖的时候就具有的，而是在这22年的磨练当中成长起来。这不是头脑当中的知识，而是生命当中的历练。弟兄姊妹，在人看来，约瑟是被卖为奴，经历了极大的苦难，甚至被下到监狱当中。但是在约瑟看来，这个苦难是神所默许的，
这是神提前差遣他到埃及去，为了使雅各后裔的生命得以保全。弟兄姊妹，也许现在你正面临着一些苦难，这个苦难甚至让你痛苦不堪，百思不得其解。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些苦难都是神允许发生的，那么这些苦难也是可以战胜的。这是我们所要清楚的第二点，就是苦难是可以战胜的。弟兄姊妹，你相信吗？苦难可以战胜，你信吗？有些人可能会说你看谁谁谁因为遭遇了一些苦难和打击，从此一蹶不振，甚至离开了教会。这样的事情有吗？是有的。为什么呢？因为战胜苦难的秘诀，它不是靠人，乃是靠神。正所谓人的尽头才是上帝的开头。如果靠人可以战胜，那人就不会有尽头了，对不对？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保罗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弟兄姊妹，这段经文教导我们一个信实的原则，那就是如果我们属于上帝的，那么上帝不会允许我们不能承受的任何困难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个诱惑和试探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神对我们仍然是信实的，他将会提供一条经得起考验的出路。我们来看经文的第八节，我们看约瑟是怎么说的，说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弟兄姊妹，约瑟回顾过去他22年的这种曲折的经历，他看到的却不是你们，他看到的不是人，乃是神。约瑟有一个被父亲特别宠爱的儿子，到被卖埃及为奴隶，他被主母诬陷下到监狱当中，在监狱当中一度还被这个酒政忘记，又在监狱当中度过了2年的时间。弟兄姊妹，如果换作是你，换作是我，会不会抱怨呢？会不会说抱怨兄长相煎何太急，抱怨他的主人不识好歹，偏信妇人的谗言，抱怨这个酒政忘恩负义呢？不信守承诺呢？会不会抱怨神的不公不义呢？但是约瑟没有抱怨，而是坚定地来仰望神，神与约瑟同在。所以在这样的熬炼之下，约瑟最终历经磨难，官至宰相，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也就是说，约瑟是法老的智囊，像父亲引导儿子那样为法老出谋划策。而且呢，法老也是非常信赖约瑟，如同儿子信靠父亲一般。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一切需要我们去对付的人事物的时候，是不是能够专心地定睛在上帝的身上呢？如马太福音17章8节所说的，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定睛在十字架上，因为神超越了人行为的善恶和环境的顺逆，无论是降卑还是高升，无论是福还是祸，最终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使神
美善荣耀的旨意得以成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保罗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那把福音传到了外邦。他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八到九节说，我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的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弟兄姊妹，这听起来保罗所遭遇的苦难大不大？他觉得自己都要死定了，是不是？但是保罗从亚细亚是否好好的？是不是被神所保守看顾？所以这个事实也带领我们走向一个真理，就是说我们经受考验和诱惑的力量并不来自自己，它来自上帝。这也正是保罗下面所说的一句话，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九节，他说，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和大家分享一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故事。故事说，有一个人过完了他的一生，他回首看着他一生所走过的路，他发现一路上都有两对脚印，他觉得非常的安慰，因为上帝一直和他同行。但有一段最崎岖的路却只有一对脚印，他就向上帝埋怨说，主啊，你不是应许随时与我同在吗？为什么在我生命最痛苦的人生路段，你却不与我同在，离我而去呢？上帝对他说，孩子，我并没有离你而去，在你最痛苦的时候，那一对脚印是我的。因为我怕你无法承受，是我将你抱在怀中走过的。弟兄姊妹，无论在什么样的苦难之中，当我们全然的交托给神的时候，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神一定会带领我们度过。我们接下来看第三部分，苦难成就神的救赎。弟兄姊妹，也许有人会问说，上帝为什么要造一个有苦难的世界呢？实际上，上帝没有造一个有苦难的世界，上帝不是苦难的制造者。我们从创世纪的第一章就知道，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都甚好，和谐共存。那么这幅油画就是当初伊甸园的那个美好的景象。后来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是人类自己毁坏了这一切的和谐，邪恶与痛苦滋生扩散蔓延。那么人类的自尊自以为意，那使人类不愿意去接受这个事实而已。但是事实就摆在我们的面前，上帝没有创造邪恶与痛苦，从根本原因来讲，那是罪带来了苦难，罪是产生苦难的根本原因。正如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所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弟兄姊妹，上帝不是苦难的制造者，但是上帝可以借着苦难来显明他的恩典，成就他的救赎计划。上帝能把坏的变为好的，能把败笔转为点睛之笔，如以赛亚书61章3节所说，赐华冠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旅。弟兄姊妹，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
约瑟的哥哥们是处于人性的恶，视约瑟为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至少来说是想把他永远的赶出家门，对不对？但是上帝却把他们的恶变成了善，正如约瑟在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对他的哥哥们所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上帝借着约瑟使神的救赎计划得以成就，使得以保全以色列的生命。我们来看看经文九到十一节，约瑟怎么说的？说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珊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在第九节当中，约瑟向父亲所传递的话语中第一个字就是神，说是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约瑟把神是放在了第一位，而不是看人。约瑟这段所说的也正是上帝所要达成的救赎计划。到这里我们已经能够完全看到约瑟在被卖为奴到官至宰相的这22年的遭遇当中，他已经完全明白了神的旨意，并且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他成就了神的救赎计划。亲爱的弟兄姊妹，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会困惑不解，甚至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会临到我的身上，甚至去抱怨神。弟兄姊妹，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幅图，大家能看出这是什么吗？如果我不说的话，可能没有多少人能够猜出来。它是一个刺绣的背面。我们姊妹当中有没有学过刺绣的？我们平时都是看到这个刺绣光鲜亮丽的那一面，却很少看到它的背面。看看这张图，真的有一些乱七八糟，分不清这些线到底是如何走的。但是当我们反过来看的时候，那可能就会被惊艳到。这是这个刺绣的背面，现在我们来看看它的正面是什么样子的。 OK， 弟兄姊妹，看到这是一幅美丽的作品，非常的漂亮。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面临的苦难就如同这个刺绣一样，我们在苦难当中就好比看到这个刺绣的背面，我们看不到一些头绪。但是当我们从苦难当中走出来，拨云见日之后，再回过头来看看，你就会看见上帝的救赎与他的奇妙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经常会说或者听说信耶稣得平安，但这并不意味着信了主之后就可以诸事顺利，天色常蓝，水色常清，神也未曾应许我们在世上不遇苦难。但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如何在苦难当中明白神的旨意，如何靠主胜过苦难，这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好好学习的功课。弟兄姊妹，我再说，上帝不是苦难的制造者，相反，上帝是苦难的终结者。我们的主
在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了这个世界。神对一切在苦难当中全心依靠他的人发出了应许。启示录21章4节也说，有一天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伤、哭嚎、疼痛。弟兄姊妹，苦难终究会过去，也终究会消除。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细心虽然不能使黎明早点的来到，但却能给人度过漫漫长夜的力量。诗篇130篇第6节说，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你拣选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恩待了我们。主啊，你说在世上你们虽然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主你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主，也许我的弟兄姊妹当中有正面临苦难，正陷在苦难当中的，主啊，我求你亲自的来帮助他们，带领他们，让他们看到主你是慈爱的主，你是信实的主。主，我把众弟兄姊妹都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主你来祝福，你来加添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定睛在主你的十字架之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你面前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下面请听回应诗歌。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有请宋文堂敬拜小组。是我的神，
我要时时传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并不怕遭害，你是我的一生，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并不怕遭害，是我的一生，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你不怕遭害，你是我的一生，我所依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当将我们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让我们把今天问安与祝福的时间交给长青之家的傅慧台长老。